等一下，再下一次啊，下十个，下100个，好，Action。好，7月26号的鬼灭之刃抽出了小三鱼天选。好，那我们介绍材料。材料有大的鬼灭之刃贴纸，小的鬼灭之刃贴纸，四本绘图本，再来是2张卡。5支原子笔，有眼睛，这样我就自动弹转这么多。今天的封面是蛋黄哥，哪里有蛋？有啊，就他只屁股露出来而已啊，太恶心了吧？他就是蛋，屁股蛋，大白。哦，有头了，有头了，我想说什么都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对不对？开始做吧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放奖品吧，Go！ 耶，有啊，放在这里。来，先放纸。我是帮忙折的。我只想折一折哎。哎，你干嘛再折小啊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看过那个球女？有啊，这有没有很刺激？对啊，球女她不是就直接那个用掉了？嗯，不要再丢了，等到头怎么办？对，你明就是你要用那个啊，用脚来踢啊！踢！大这个大怎样？怎么都怪怪造型的大？啊？接下来我们要来放小的贴纸以及卡片，来，这边放一个。干嘛选好的？没有分一半啊！不，这谁呀？给他吃谁呀？啪！我忘记放。小的贴纸可以放进去。来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学姐姐这样子，对。放进去，就像一个桥。我们要不要加码？我们来加码好不好？好。抽到5的倍数是小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多选一个号码。爸爸宣布加码哦。好。现在多少？20的倍数是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5的倍数是小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多的，礼拜一的话，尾数是1，就是抽中小的。礼拜二尾数是2，就抽中小的。礼拜三尾数是3，就抽中小的。那礼拜日尾数是什么？7啊，耶稣是个7啊。好不好？好，这样会太难了。礼拜一的大的是礼拜一的，我们只有小的，小的有加码。假如说你礼拜一抽中了101，然后就是你可以抽个小的，因为最尾端的是一，刚好是礼拜一。然后要是2，你抽中102，哎，会不会有点失去了？那102，那你就可以再抽个小的。因为有顺序。礼拜三，要是你抽中。283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抽中小的。283，然后呢，礼拜四，要是你抽中了84，你就可以抽一个小的。要是礼拜五，你抽中了55，你就可以抽小的。然后礼拜五是没有，原本五的话，五的倍数就有了，所以礼拜五，对，所以礼拜五就是随你。礼拜五要抽什么？八。八，好。好。那要是礼拜五你抽中88，嗯，抽中8才有。对，礼拜五一到你就可以抽个小的，因为爸爸会出现在眼前。你要抽中88才有。88，好，爸爸再讲一次哦。钢琴的话，一天是暑假一天是多2抽哦，弹钢琴。然后乖乖张是几个？一个，好，这样好像很小气。还有什么？我记得是2抽2个罐罐。好，2抽2个罐罐。什么东西？
万变中气吧，来，哦、跳绳，跳绳是一抽一乖，跳绳的是一抽一乖，一抽乖。只要你抽抽跳绳跳几下，一抽小的跳绳跳，你说三十下。我还记得是这个，你再走一撇的。跳绳三十下，这个你再买。跳绳是一抽跟那个妹妹，你要不要跳绳？妹妹，你要不要跳绳？我们，那你要跳弹跳床好不好？我，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打网球。好，网球那好。下礼拜，网球之前是就说多少？几抽跟几个乖乖章？我记得是一抽两个。一抽两个乖乖章，要。对。喝牛奶是乖乖章嘛？喝一杯，早晚早上一杯，晚上一杯。对。然后喝牛奶，你要自己去找妈妈要。好，嗯，今天早上已经喝一杯了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哈。暑假还有什么加码？今天说要教妹妹那个念书的，对。可是没有课本啊。有，我准备了。有准备哈。对，而且习作我们也准备好，是 verb 和 A B C。好，课本。课本两个好了，两抽跟两个乖乖章。OK。达成的话，每人都两个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要加码的？好不好？加码这些就好了，暑假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这套装不会再洗。你这样子才不要变得脏兮兮的，你这样子还有好几天的戏要演。嗯，然后弄那两边，等一下。好，要先看有没有那个平均，你可以再过去一点。好，下来。哇，大黄格尔看起来好可爱哦！不准跑！哦，我知道了。脱下雨衣就变鬼杀队，你看我，就变鬼的了。不准跑！哦，我知道了。脱下雨衣就变鬼杀队，你看我，就变鬼的了。我看里面是鬼的衣服，是鬼杀队的衣服，不过。就变小兵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不是，那是影部队的啦。影部队后面是一个影，然后会戴面罩。一样啊，小兵啊，魁也是算小兵啊。魁他们也算剑士，是青魁，他是因为是幸运在选拔中活了下来，结果却因为那个胆小，怕死，却因为那个没有勇气，所以就只好变成一部队。不过他骂人倒是很厉害。看就好了，等等。有好多狗狗在你欺负。
我在。我喜欢我的衣服呀，谢谢大家，每天晚上六点钟会出现在影片呀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想你了呀？没有，猫什么都拒绝，虐它。要啊、哦，要，妹妹是说要。小小的年纪，他不懂说。等一下，我先调一下，回音真的呢。对，小小的年纪还不懂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说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对你甜甜的笑开大白。你长着大大的眼睛，偶尔忘了可爱，说话说谎，偶尔烦。每天想象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喜欢。迟迟不开的耳鸣，听了霓虹的脸，两天有多少的答案。我只想对你对你宠爱，不算爱什么算爱，我还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给你分享，难过就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只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期望以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慢慢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想。